台中第二市场汇集了在地最经典的美食，经历过时间的淬炼与顾客味蕾高强度的检视，每一道都是相当的厉害。但是其中的杨妈妈历史想要吃就要先发起，这规定也太过严格了吧。这个市场是日本人建的，已经有100年了，到现在哦，它是为了日本人他们的买菜而盖的市场。这个市场是比一般的市场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市场，然后所以人家都会说这个市场的东西价位比较高一点，但是品质也比较好。那我们是从还没有盖市场的时候就在这里卖鱼，所以我们的原来名字叫丸一马路一几，就是第一家台中市第一家卖鱼的，所以我们也有100年的历史了。我是第三代。杨妈妈历史位于百年市场建物之中，可以使用的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来店里面享受美食的客人都是用站着的方式来享受。看着招牌上面写着这是罚站都值得的好滋味，大概可以了解到杨妈妈的手艺有多厉害了吧。加上家传对海鲜滋味的经验与直觉，这摊子上所贩售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好滋味，鲜美程度绝对挂保证，而且这里的鲜味会让你大吃一惊哦。以前就是都用台东澎湖东港这边的台湾近海的鱼，因为现在拜 WTO 开放之势，现在有一半以上都是从贸易商下订单之后，我们都是从直接从机场就出关就到我们这里北海道啊，甚至那个龙虾是从法国，刚刚你看的那个鲍鱼是从南非，新鲜度绝对是一等的。这个坐飞轮机来的外鲍鱼，刚才用看的就让我超嗨的啦！好，看伊这个板头，就特别甲拳头母变大。啊娘喂，杨妈妈，你对食材要求真正是非常之高，而且上界大心的是，杨妈妈会予人客选择，看是要吃偌济，消费偌济，然后用上界赞的食材来做搭配，用无菜单的经营概念，因此咧，人客会当专心来享受料理，享受世界上上顶级的新鲜的好滋味。这道是南非的生蚝，但是酱汁是我自己调的，然后加上杨妈妈的魔法，它就是很 creamy， 就是毫无腥味。那你一般对生蚝的印象会觉得很腥，会很害怕，可是吃了那个就觉得它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而且很饱满，它的软白很饱满嫩，非常好吃。那个叫海汉堡 Seafood Hamburger， 那是我女儿的喜欢的菜，就用了特大的干贝，然后里面我们放了 bacon 培根，放了马芬海胆，放了鲑鱼卵，放了蔬菜，然后调起来，还有酱汁 sauce， 然后就变成一个 Seafood Hamburger。这道叫金鱼杯，它的由来是因为我有一天逛街的时候买了一个金鱼的筷架，很可爱，然后女儿就说好可爱哦，你可不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料理给我吃，我想金鱼嘛，一点点跟它连，所以我用了一个透明的酒杯，里面装了日本北海道的黑尾鱼，把它切丁，还有挪威的腹部的比较有油脂的切丁，然后加了马芬海胆，加了3个特的鲑鱼卵，加了金箔的，构成一个金鱼杯。这个海汉堡加金鱼杯，唔那名有新意，连料理的手法拢真特别。杨妈妈最爱就是把自己对美食的热情加入料理内底。所以人客有感受得到，就会主动来帮杨妈妈宣传，或者是翕相片放伫咧网络，让更加侪人知影。杨妈妈家的料理口味是变化真多，新鲜有挂保证。你看，连这秋刀鱼要烘进前，我还先破冰处理过，真正是有大心啦。秋刀鱼每年那是季节限定的鱼，
它不是台湾的，它是北海道的，所以它就只有中秋节前后各一个月才有的鱼。然后古早以前他们是把秋刀鱼拿来做灯油，可见它油脂之丰富。啊，因为它新鲜度够，所以我们做生鱼片非常好吃。因为秋刀鱼原则上就是我们一般的印象大概就是用来烤，烤来吃，它油脂不滋不滋的烤出来最好吃，所以我们也拿来做握寿司，但是不能全熟，我们只是表面炙烧一下，然后加了一些酱，这样就加一些盐来提味，啊，然后就很好吃了，这样。鲍鱼是从南非直接下了飞机就到我们这里来，然后它的肉非常的厚，一般我们看到那九孔都很薄，咬也咬不动，这是特别选的鲍鱼，它有分级数的，是啊，我们用我自己来卤，你看它来的时候都是活的，我就洗好一颗一颗要刷干净，然后再进去卤完啊，隔天浸泡一个晚上，隔天才能给你吃。是我们其实是无心插柳，就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来回家用餐的感觉，然后吃完你会有很美好的回忆。如果你开了分店，你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，而且这种手做的东西没有 SOP， 它有温度，有手感。如果说你把做美食看成是一个兴趣，那你看到客人很开心、很幸福的离开，那你不会觉得辛苦。每每到晚餐时段，在杨妈妈的店前面，总是挤满了许多客人，他们站着享受美食，享受这隐藏在市场中的独特时光。因为杨妈妈所制作的是给家人的料理，不仅是季节限定、区域限定，更是人情味限定。想要来品尝这美好滋味，要记得先预约哦。日日好味 ，Perfect， 快上 YouTube 持续关注木印台北频道，同时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本节目由贝拉玛雅冠名播出。